瞬间灰飞烟灭，哈夫丹的灵魂竟然如此强韧。爱死的东西，给我闪开！你在看哪里？机会难得，你总算能除掉我了，不是吗？爱因斯雷布，干掉他，关闭那个装置。 这下总算是把装置彻底关掉了吧？烧灼感消失了，我们成功阻止了深渊的计划吗？我再确认一下。戴因他其实很难过吧？昔日的战友以这样的形式再会。走吧。 抱歉，莫光之剑大营司雷布大人，那时我辜负了您，没能守护好国民。不，这500年间，你尽到了自己的责任，直到今天，你们仍是我的荣耀。坎瑞亚，没有王国，是吗？ 毕竟您还站在这里，所以也不需要复国。